也是师兄们、师姐们一起来发起啊，热水壶这里啊，大家要啊给老菩萨们个衣佛，也给在这里供这香，也给人家人心净化一下衣个佛。你说这个，谁说的？你叫他去衣佛，你自己在帮他看菜单给他。好，我帮他看菜单一下咯。好， sehat ke kalau ada sakit apa-apa ke boleh sehat. Saya memang percaya. Just now I pray for my father's mother health, may everyone be happy forever. 不断发挥生命功能才是活着的人生。会跟他讲个好语咯，让他们能了解把握当下，把握我们今天的因缘。 让他们了解一下，不是时常有，就是一年一度，让他们把握一下这姻缘来，遇个佛，也把心静下，也感恩佛恩。礼佛，手放在。